预祝安娜健康痊愈，重回工作岗位。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些日子啊，那女魔头都快把我们给折磨疯了。这下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去上班了。对啊，我不上班，我坐吃山空啊我。怎么？难道你还缺钱吗？我跟你说，再有钱的人他也缺钱，赶紧找个男人嫁了，管理他的小金库。我哪那么容易找一个让我管他小金库的男人啊？眼前不就有两位大帅哥吗？干嘛喝点酒就乱说话？怎么了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俩不帅吗？我哎，你俩能不能在外国友人面前注意点形象啊？哥呀，又忘了你是淑女了吧？我没事的。对了，我们来玩游戏吧，怎么样？好呀，真心话大冒险。多无聊的游戏啊！我喜欢。好，我同意。你看，帅哥都同意了。好吧。那就黑白配，决定胜负。行，来，黑白配，黑白配。你也有今天，来吧，选吧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我选真心话。不行，谁要听你真心话？你那点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我大冒险，怎么样？好，大冒险就大冒险。对呀，有了。你呢？用嘴咬住这个。咬住，不能用手，把这个给合上。我停，你自己选的大冒险啊！我帮你。哎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，太难了。这是游戏规则，游戏规则就是不能用手，想办法。啊，我来试试。加油哦！干什么？赵平凡，我是不是问过你，陆安娜是不是你女朋友？你说不是。所以呢？那又怎么样？我喜欢她，想让她做我女朋友。陆安娜，你愿意吗？我们也玩吧。玩什么玩？诚心的吧你？安娜，别过来。对不起，安娜。如果你只是来道歉的，我不想听。我不是来道歉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是认真的。可是你都不了解我。我觉得我了解你，但我不了解你。了解一个人多少，跟喜欢一个人没关系。安娜，如果你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感觉，那我就立刻离开。
玫瑰花啊，这么大一束是不是送给我的？这得多少钱啊？不是送你的，是给安娜的。安娜，你的花。这什么花？谁谁谁谁送的？是个小伙子送的。写的英文啊？嗯，行了，安娜，都谈起国际恋爱了。哎呦，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赵平凡的鲜花啊？快了，快了。你知道吗？昨天就在你那个最浪漫的时刻，赵平凡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扭头就走了。他的性格你还不了解？你以为像你啊，跟个电灯泡一样。哎，我追出去是怕你出事儿啊。行，以后你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其实，我不喜欢玫瑰花。林志军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姐姐，你都已经收到花了。能不挑三拣四吗？我没有挑三拣四。我知道啊，你喜欢丁香花，可是你让一个刚认识你的大老爷们儿，怎么可能了解一切呢？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喜欢我的话，他就应该了解我到底喜欢什么花，喜欢什么电影，喜欢什么。你喜欢恐怖电影，喜欢发呆，喜欢逛街。还有呢？还有。你喜欢小资情调啊，喜欢晒着太阳，喝个咖啡，然后晚上在海边的月光下听着 blues， 对吗？不愧是我的好哥们儿。